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早上蒙福，早上蒙恩。父堂的弟兄姊妹啊，欢迎每一个来到上帝的家。我们好感恩能够有生命气息进入上帝的家，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诚心诚意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上帝。Amen， 让我们读一个经文。来，谁啊？谁是我们的避难所啊？神，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心中有力量来到神的面前。早上让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嘴唇的祭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有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 Amen。早上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同来到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让我们同我们隔离的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来到民安啊，跟我们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们整个礼拜没见了。Amen， 好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家是很喜乐的。 Amen， 因为我们属于神的，我们神的子民，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哈利路亚，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主。求你开启我心眼处，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求你开启我心，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再来一次，求你开启，求你开启我心眼足，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再来一次，求你开启，求你开启我心眼足，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要看见，要看见你的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 Holy Holy Holy。心眼足，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是的，主，我们要看见，我要看见你。求主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求你开启我心眼足，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你，要看见你。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 Holy Holy Holy， 要看见你已被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 Holy Holy Holy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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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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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求你开启我心眼足，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主的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见你，我要看见
看见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求你开启我心眼图，求你开启我的心，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要看见你，要看见你一杯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浇灌你爱和能力，我们唱。是的，主啊，今天早上主我们要看见你，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相信主，今天早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因为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的眼目专注于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主耶稣，多谢主你就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带着一个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噶拉巴西里里安娜拉巴萨。献上生命，我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
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给你恩典是我的一生丰富，你的宣召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我的生命跟随你，愿你的荣耀
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拉巴西尼的阿达。是的，主啊，系嘅，主耶稣啊，藉着呢首诗歌一样，主啊，我哋嘅生命要献给你。哈利路亚，主啊，我哋属于你嘅，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那拉巴西格里里，哈利路亚。当你住进我们当中，黑暗开始被吞。脚下一切锁链都断开，再来一次，当你走进我们当中，当你走进我们当中，生命开始的改变，生命开始的改变，破碎的心再次有盼望，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的病痛得到医治，所有病痛的医治，我们欢迎耶稣，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渴望锁链都断开，当你走进我们当中，生命开始的改变，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拜，我来赞美，让我们开口来赞美，让我们开口来敬拜。哈利路亚，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阿爸爸，主你的恩典，去配得一切嘅赞美，去配得一切嘅荣耀。哈利路亚，主啊，你是配得嘅主耶稣，主啊，我哋多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耶稣俾我哋有生命，我俾我哋有健康，我俾我哋能够翻到神下面嘅家里嚟敬拜你。哦，哈利路亚，主啊，我哋要被你嘅爱嚟大大嚟充满，哦，充满着我哋。主啊，俾我哋一个饥渴无言嘅心。哦，主啊，我哋释放你医治能力在当中。哦，有疾病嘅今天早上又被得着医治。哦，有锁链嘅奉耶稣名叫我哋斩断。哦，主啊，你搅往现场当中。Hallelujah, la baba shigiri y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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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哈利路亚，系嘅，主啊，我多谢你，主耶稣，主啊，我哋享受在你嘅敬拜当中，主啊，今天早上，主啊，我哋好感谢你，主耶稣，主啊，我哋享受在你嘅同在里面，主啊，当我哋敬拜嘅时候，神啊，你嘅灵就与我哋同在，主啊，你嘅平安就放喺我哋心里面，主耶稣，主啊，你哋攞开我哋一切嘅忧愁，一切嘅困难。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主啊，我们都放低，主啊，我们要敬拜，主啊，我们选择你去赞美，就好像玛利亚咁样，在你脚前去敬拜你，主啊，你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继续去带领我们，主耶稣，带领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需要你，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你，主耶稣，哈利路亚。主啊，将以下嘅时间嘅交托，祷告乃是奉耶稣得胜名祈祷。阿门，好唔好？我俾主耶稣最大嘅掌声，哈利路亚，阿门。系嘅，我哋嘅主耶稣系爱我哋嘅。今天早上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我们能够向耶稣说，耶稣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望你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 Amen。 今天早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守这个主餐、主餐礼，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为我而破碎，而且流出的宝血赦免饶恕我们的罪。我们纪念主在十架上的受苦，我们更加纪念主天父祂的旨意成就一切。我们更加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复活当中里面就是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在复活的大能里面就是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就是我们的病得医治，就是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就是我们在天天在主的喜乐平安当中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盼望，甚至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看见主的荣耀。今天早上愿我们带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亦可专注于我们的上帝，专注于我们的耶稣基督以及圣灵。我们多谢天父祂的美意，就是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很感恩的就是耶稣基督愿意天父愿意跟随，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为你为我在十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十架的大爱。我们更加感恩的就是圣灵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是迈向主耶稣基督，行在一个十架上。我们从圣灵里面我们得取这个力量。感谢主。好，这个时候将会读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23-28。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低头，
我们向主，我们向主圣灵监察我们的生命，是否在过去过往的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同人之间的不和，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耿耿于怀的这个锁链一直锁着你的，使到你不能够饶恕别人，亦或者别人所作的一切事使到你好愤怒，亦一样的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坏习惯，我们都求主的时候饶恕赦免我们，好叫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在主的面前得着主的洁净，得蒙主的喜悦，让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神啊，我们求主这个时候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们，以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常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诚心诚意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饶恕赦免，好叫我们的心是得到上帝的饶恕，我们的心是清洁在主你的面前，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得蒙主你的喜悦的， Amen。 同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要为着主你奇妙的爱来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因着得着这个福音而活过来。主耶稣，我们纪念你，因你为我你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感谢你十字架的大爱。我们更加感谢圣灵，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向这一处宣扬复活的主，使到我们与弟兄之间互相为肢体，合而为一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这个时候我们带领唱一首歌，你宝血洁净我心，你宝血赐我生命，你宝血代替了我成为救赎的祭物，洁净我。血更洁白，更洁白，主耶稣身宝贵的祭物。我们再唱一次，你宝血洁净我心，洁净我。
好，这个时候我们请教会的委员到前来分派台上的饼和杯，我们欢迎每一位在当中的已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天父的圣名和圣灵之下已经信主受洗的，一起在今天早上来领受。我们更加邀请在上个星期在复活节洗礼的五位弟兄姊妹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杯。
弟兄姊妹，完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为着手上，我们拿着一个饼，我们拿着一个杯，而作出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赞美你。这个时候，我们将会吃喝，手上拿着一个饼，一个杯，与我们的心中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多谢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爱，多谢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破碎，多谢你留下的宝血，好叫我们今人蒙恩蒙福，成为你的女儿。多谢你，我们有这个权利叫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多谢我们这个时候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吃手上拿着的饼，我们喝手上拿着的杯，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请坐下。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与上帝有份啊！当我哋攞起个饼同个杯，我哋能够纪念主 ，Amen！ 今日早上有冇新嘅朋友在我哋当中啊？有吗？第一、第二次、第三次，冇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嗬！楼下副堂都系一样，嗬！我哋欢迎每一位来到上帝嘅家嘅，即系神嘅家，吓 ，Amen！我们请招待员出来准备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带着我们的甘心祭，我们手上握着的，无论是十分一的奉献，无论是爱心奉献，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奉献，蒙主悦纳的，让我们祈祷。主，我们多谢赞美你。主，你乃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没有你我们不能够成就一切。主，我多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工作，多谢主你的祝福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你是我们供应的上帝，又说依赖，多谢主。主，如今我们各人按着主你赐给我们的力量，主就神你所赐的福，我们作出今生的奉献，愿主你悦纳。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报告，就是大家期待的来临的六月，知道什么吗？六月的就是我们的家庭营了，家庭营六月一号到三号，弟兄姊妹，你们报名了没有？如果未报名的话，你仍然有开柜台，如果有什么疑问的可以问，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席，不会留开你。咁样咧，呢个时候都可以，如果你方便嘅话，可以付款，又或者你又可以作出一个分期付款都得。长老讲分期都可以，嗬。咁样仲有时间，嗬。咁样嗰个截止日期系五月，系喺五月嘅吓头一个星期。若果你仲未报名嘅，请你速速报名啦，楼下有开柜台，嗬。咁样在呢个。营会，我哋感谢主啦，嗬！我哋可以再办呢个营会，咁样亦系我哋嘅属灵嘅加油站。我哋可以用多啲时间嚟亲近主、寻求主。我哋瞓醒觉唔会谂住我要翻工啦，要做嘢咯。你可以在个营会当中多啲时间嘅嚟亲近神，嗬！盼望我哋心中能够遇见主，听到上帝与你说话，嗬 ！Amen。咁样我哋。现在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了，我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出来正道。牧师请。弟兄姊妹你们好，跟隔壁说开心见到你好吗？开心见到你，感谢主
弟兄姊妹的家庭营，牧师都希望可以在家庭营见到你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几年只举办一次，这样呢我们尽量找到这个地方，不会付出的费用太贵，变得可以给到大家有机会来的。现在家庭营很坦白说，很多教会都很头痛。有什么很头痛呢？有时他们举办，旧版以前举办那些四日三夜，哇，只是那些三四百元。但如果你现在四日三夜呢，六七百元。你说那些酒店过得去的，哇，还过贵一点。这样呢，很多教会尽量两三年才举办一拜。咁啊，舉辦嘅時候都盡量揾嗰啲酒店，佢哋收費冇咁貴，減低一日，好似我哋咁樣三日兩夜。咁樣三日兩夜咧，你問會貴冇？如果兩個人喺一間房嘅，一個人頭係320，包你飲食喺嗰度嚇，包你食六餐啊，你話會貴咩？唔會咯。咁樣我哋睇過開嘅酒店係可以講 OK 嘅，冇問題嘅嘅酒店可以住。咁樣咧，弟兄姊妹，希望你哋可以出席，可以喺嗰度見到你哋。因為我哋呢度嗰一日禮拜日咧就冇做聚會喺一度，我哋嘅聚會喺一度咧冇做，反而嘅聚會喺嗰度。喺十二萬中。希望在那裡見到你，如果可以的，你們快點報名，因為做什麼呢？在那個時候都是假期來的。這樣的酒店呢，在那個士里曼中的酒店呢，那些房間是很有限的。這樣弟兄姊妹都希望你幫忙合作一下，快點報名，給那些設備人的一切可以做事都可以順境，感謝主。弟兄姊妹，在一個禮拜呢，你看到我沒什麼開心，是因為原因呢，這兩個禮拜真的聽到很多，無論是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所熟悉的牧師，都看到他們有病。這樣我都相信病就是可以說我們沒什麼要照顧到身體，但是病都是一個空間，魔鬼會攻擊，會做工的。那麼這個病來的時候，我們弟兄姊妹應當要怎樣的心態呢？我們要好好祈禱，可以說阿門嗎？多祈禱。魔鬼在末世的時候，他盡量要做的工作是使你們的信心會冷淡，佢使到你哋嘅生命遇见问题嘅时候，你哋会放弃，会灰心。咁样喺一个礼拜里边，嗰啲做童工嘅牧师，我所识得嘅一个咧喺北区，嗰时候我都仲喺北区做嗰、那个秘书吓。咁样就而家我唔爱，我退咗出嚟啊。咁我做秘書嗰時候，依、這個牧師同我一齊喺嗰度好同心，佢係一個好見證嘅牧師。而家佢咧就喺醫院昏迷開，因為中風。OK， 咁我另外一個牧師咧又好熟嘅，時常大家電話有傾偈來往，又出嚟食飯。咁樣咧，做咩佢又冇去依一個北區嘅交流會嘅？後來才認知道，原來連落他身體出了問題，這樣有癌症，有癌症。這樣呢，他自己都在個期間裡面叫主幫他接受消化得來，因為醫生說如果個癌症沒有擴散，他還可以幫他做手術，如果癌症是已經擴散了呢，醫生講到做唔到嘢噶啦，所以喺一個禮拜裏邊聽到真係好多啲嘢哦。你問牧師嘅心情係點樣咧？我心情係冇咩好，係因為佢哋都係我弟兄姊妹，
啊，又好熟悉嘅嗬、啊，自己教會一啲都係我弟兄姊妹，自己嘅心好酸啊！做得乜嘢咧？我只係同自己講祈禱，祈禱。弟兄姊妹，我哋好要好小心，冇留一個空間。聖經時常同我哋講，喺以弗所書係話冇留一個空間俾魔鬼做工。魔鬼佢係揾機會喺個末世嘅時候，魔鬼會用我哋嘅心情，用我哋嘅脾氣，甚至用我哋嘅軟弱嚟到攻擊我哋。今日我已經講喺俾你聽，早兩個聚會，甚至基督徒喺自己嘅國家都受到逼迫。啊，我喺祈禱會有講多少？我有同弟兄姊妹講，我哋要守住我哋嘅心。今日睇到魔鬼做工，我哋唔係淨止魔鬼要用俗世嘅嘢嚟引誘我哋，魔鬼會用我哋心裏邊嘅軟弱嚟到攻擊我哋。魔鬼仲會用旁邊嘅人，可能會使到你心灰，可能會使你激心啊！甚至會用很多環境處境使到你很多掛慮，很多憂慮。魔鬼會用你的錢財，因為個個人都要生活，魔鬼在那個金錢上都會攻擊你的信仰。他會用很多東西來到使你的心灰，他會搖動你的信心。今天你的信心受不受得过这些考验呢？你的信心在耶稣里面是不是真的很纯正的呢？你的信心在主里面是不是有根基的呢？就或者是摇摇摆摆，我们在主里面没有根基，我们会摇摇摆摆。当风浪来的时候，我哋好似圣经里边主耶稣讲，我哋嘅屋建造喺沙边啊，喺海边啊。风浪嚟嘅时候，嗰间屋会倒冧。台湾正啱啱经历过一个喺25年里边嘅一个好严重嘅地震，我冇记错系7.2嘅力度，7.2嘅力度好犀利噶。所以你看到那些相片，那些屋子4-5层楼的屋都已经歪了、哦、有几间那些4-5层楼的屋都歪了。如果一间屋它的根基打不得稳，偷工减料，当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倒贴了。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很危机的时间，你应该信心要有几稳固呢？信心不是你开心的时候就讲赞美主，信心是当你遇见考验的时候，你仍然都可以从你心灵里面讲主我感恩。我们人很多很多挂虑，我们人很多需要，我们时常都会讲我好唔开心，因为我呢样嘢我得唔到。我哋嘅心讲：哎呀，点解主容许呢样嘢喺我嘅生命里边？但系我想鼓励你一样嘢，弟兄姊妹，今日你好健康，坐得喺教会，你好健康，仲可以有机会嚟到享用今日呢个生命，嚟到神嘅当中。你知道有几多人好想有你呢个今日嘅机会吗？我哋时常讲主啊，我哋冇呢样嘢，我哋想我呢样嘢，我哋得唔到。但系你今日所有嘅嘢，你知道有好多人都冇机会得到你今日所有嘅嘢吗？弟兄姊妹啊，感恩，感恩。
就是上帝用这些东西来教导我们凡事谢恩。阿们吗？我希望我们学这个功课。人的生命是很化学的，我们的生命好像个玻璃缸一样，你没跌一跌就碎了，你想怎样黐回去都艰难黐。所以珍惜这个生命、珍惜眼前人，珍惜你所有的，教导我们不要像那班以色列人在旧约常常在这里埋怨，埋怨食啦，埋怨衣服啦，埋怨他们今天的生活，那天的那时候的生活啦。今天我们的生活如何呢？我们会说，主啊，做什么我有这种病？但是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连趌起身床那里起来都没有机会。当我做帮手做这个老人院去帮助老人家，我看到那些人的生命，真是我在心里面就是帮他们、做那些伤口啊那些事，我会在心里面感恩主啊，我多谢你赐我今天还有机会去帮这些人。我相信今天睡在床这些人，他们都很想有一个机会，好像左近你一个很肥的一个女人，我们扶她坐起身要四个人扶她，你说她重量犀利吗？她的屁股背脊烂，她有白，她不仅仅跌断开只脚眼，她背脊难，跟住佢个背脊有伤口，佢仲有乜嘢咧？佢有白健身，佢坐嘅时候系咁样震，系咁样震，所以唔可以坐得耐，因为佢会压伤佢嘅屁股。佢个伤口我唔敢帮佢做，因为我冇信心做，交俾出边嘅医生。出边嘅医生每日日咁样嚟，离开两个几礼拜啦。日日咁样嚟帮佢敷伤口，七十几蚊、百几蚊每一次，你想象几多累物啊？我帮佢做佢嘅伤口只脚，收十蚊一次。嗰、那个医生帮佢做一摆，最少七十蚊。嚟一次就是百几蚊。弟兄姊妹，我哋应该感恩嘛？感恩。你問呢個 Andy 係咪好大年紀咧？唔係，佢七十幾歲啫。今日我哋應該感恩，冇咁容易開口埋怨啊！我哋唔愛咁消極。點解我分享呢個信息？一個人，佢話人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这个箴言书对我们说，牧师又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分享这个信息。我跟弟兄姊妹说，这个信息是说我们听，今天我们做怎样的人，是因为我们有怎样的思想。你的思想如何呢？你是带着感恩，你的人会开朗。你带着埋怨的心，带着一个很悲伤的心，你的生命不怕说一句，疾病都会滚滚来。明白吗？一个人时常都不开心的，带着很多忧虑苦毒的，疾病都会滚滚来。你要记住我说，圣经跟我们说，笑口常开的人啊，带着喜乐的人啊，就是他的良药。今天你是一个苦口苦面的呢，苦瓜面的人呢，就是你是一个西瓜面的人。要问自己啊，你的思想所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东西，都是我们思想有一种眼镜，带着那种眼镜去看一些东西。
點解我上一次嘅信息同你講，你哋要離開嗰個四幅牆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係依個其中一個角度，我要同你講，係因為我哋人俾依啲一切嘅思想限制開我哋，甚至限制開我哋所相信神可以做嘅嘢。我哋拦阻咗神要做嘅嘢，就系因为我哋嘅心有一种挂虑，一种顾虑，就系使到我哋有一种不信嘅心。我哋俾我哋一种眼镜隔开我哋，睇唔到上帝可以有能力去做。我甚至用一个故事讲你听，一搏天寒，嗰啲人祈祷落雨，佢哋嚟祈祷落雨。但是呢，他们没有信心上帝会落雨，只是一个小孩子拿了把遮来。上帝跟我们说，我们要有好像个小孩子那种信心，就是我们变成一种二路埋路，我们那种思想看东西很执着，很怎样说啊，偏一偏去看东西，甚至影响我们的心态，影响我们所想所去做的事，心里面决定的事，都被这一切的事败坏去。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为什么我又有讲到祈祷？祈祷为什么我们眯埋眼呢？祈祷我们很多时候，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如果可以，你个人的祈祷，你个人的祈祷回到房间，关上那个门，给你的环境冇影响你，俾你自己平静落嚟，眯埋双眼，跪喺主嘅面前嚟祈祷。当你眯埋双眼咧，你就唔会用你呢个咁样嘅理智去分析。当你眯埋双眼嘅时候，你用你嘅心灵，容许你嘅心灵去有一种想象力。我讲得啱啊！意象系点样嚟嘅咧？意象是一个人眯埋双眼，当佢涌去个心敞开，一种心里边嗰种想象力，谂得到去默想得到，用神嘅真理去想念，嗰种想象力俾你有呢个灵界里边嘅破绽。所以祈祷眯埋双眼，你会感觉到平静的时候，你有一种里面那种力量，想象那种力量，形容那种力量，英文叫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弟兄姊妹，当我们只是靠这个眼去看，肉体的眼去看，我们真的很有限，因为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会用理智去分析。所以一个人所想的，所想念的，他就会成为怎样人。我们不要用一种颜色眼镜去看东西，就是我们不仅仅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还会成为人的问题，旁边的身边人的问题，我们会成为我们的家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那种心态被我们心灵里面那种影响，甚至影响到可能我们的脾气，可能我们那种执着眼镜，我们的身边的人都会被我们影响。我说得对吗？主帮助我们，今天你听到主有跟你说话吗？你有听到吗？人会做错吗？人会做错吗？每个人都会做错嘢嘅，个个人都会做错嘢。你唔要做错嘢嘅人，除非你翻咗上天家啦。你活得喺个世界，你唔系完美嘅人。个个人都会做错嘢，但系当我哋做错嘢嘅时候，我哋去点样面对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我们的心态如何呢？圣经有教导我们没有呢？我用一段经文，今天这个经文是在那个列王记
基下，好細粒哦，《列王記下》第六章第一到第七節。我問主啊，這個信息今日我怎麼帶出來呢？主說用這個經文，有一個經文跟我的子民說 OK， 好，我說，我就分享這個經文 2 Kings chapter 6 verse 1-7。 我不知道你們拉美看到這個字幕，看到嗎？看到嗎？看不看到啊？看到啊？ OK，我叫长老帮我读先。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细，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呢？他將那地方指給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頭拋在水裡，斧頭就飄上來了。以利沙說：拿起來吧。那人就伸手拿起來了。這個經文跟我們說什麼呢？英文的要自己讀嗎？要啊，英文的自己讀啊。咁樣咧，就喺中文嗰度講乜嘢咧？呢個係講到2000多年前嗰時候，以利沙先知嘅時間，佢有一班先知同佢一齊生活。咁樣佢依班先知咧，就同以利沙講：以利沙，我哋所住呢個房屋好細間。我哋可唔可以去起一间房屋，俾我哋大家可以住得嚟？以利沙讲：好好嘅，你哋去做啦。咁样呢班先知咧，就每一个人叫埋以利亚一齐，就大家去嗰个河边嗰度开始斩树，因为你去建造一个房屋近河边嘅。咁我哋開始斬樹，斬樹嚟到建造呢個房屋。其中一個先知咧，攞起個斧頭斬咗冇幾多下，個斧頭個粒頭就甩咗，跌咗落個水嗰度，跌咗落河水嗰度，好深下個河水。嗰個先知就一下驚，好點樣講啊？一個擔心是因為他的斧頭是借的，他就怎樣好呢？他就很快脆走去跟這個以利沙先知說，是他們的老師長輩來的，他說：以利沙，以利沙長輩，怎樣好呢？我的斧頭的頭跌了落個水去，成塊鐵來的，英文說 iron x， 成塊鐵頭來的，跌了落去沉咗落个底，点样好呢？以利沙讲：好，就开始以利沙拎去自己嘅斧头，就将一棵树边劈开去，就攞住一张树框，一条树框，就问呢个先知：先知啊，你喺边度跌开个斧头呢？个先知讲：你喺嗰度，嗰度，嗰度。以利亞去到那個地方呢，以利亞做什麼呢？他就將這個柴枝掉落那個地方去，當他一掉落去的時候呢，那個鐵的斧頭呢會做什麼呢？浮上來，鐵那個斧頭浮上來。以利亞叫他
攞起佢，佢就去发快脆喺个河边嗰度拎个手去攞起嗰个铁嘅斧头。弟兄姊妹，呢个系咪神话故事啊？就是或者神迹故事啊？是神迹故事，不是神话故事。人做不到的，上帝仍做得到。阿门冇？一个铁的斧头，你知道重量几重吗？一粒就跌落个河底嚟噶啦。一个树枝。重就轻咧，树枝掉落水，你话佢沉底就浮嘅咧，系浮噶嘛？大家都知嘛。但系上帝偏偏用一个冇可能嘅嘢成为有可能。上帝爱证实俾你同我知，佢做嘅嘢系超越嘅嘢，系神迹嘅嘢嚟。所以主耶稣问：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主问他：你们相信吗？在福音书，相信凡事都能。弟兄姊妹，这个斧头是一个缘故。斧头的重点是什么呢？斧头的重点是带你去有建造性，他们要建造一间屋，但是那个斧头甩开出来跌了落水。斧头是代表一个方向，斧头是代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重点。就是我正话讲一句说话，我说人会做错吗？人会做错，人会跌倒吗？会跌倒。在我们人生里面，我哋经历好多嘢，由细到大，一啲人结一婚会讲：我唔结婚好过结婚，后尾先至嚟到后悔。但系迟咗啦，因为个选择已经做咗啦。上帝可以行神迹吗？上帝可以吗？可以。有人做工讲：唉，呢份工好难做，唔知点样去生活去做，真系唔知点样做落去。但系做咩开始佢会做呢？一系佢系冇工俾佢做，呢个唯一一份工，因为可能佢贪佢薪水高，可能贪佢嘅地位高，做落去嘅时候。开始埋怨了，好多嘢投诉上诉了，会吗？我哋日常嘅生活会咁样吗？我哋买一样嘢，未买嗰阵时好靓嘅，睇到一支班，一买起翻去左眼，有唔有啊？啊，有吗？买起嘢翻去左眼嘅，我哋会人作错决定，做错好多嘢，我哋可能有浪费过钱。甚至一些人离开婚，我想讲一样嘢，人有做错嘛？有，上帝容许我哋要学功课，教导人冇骄傲，教导人冇自我中心，教导人冇自己睇到自己好了不起。每一个人都会做错嘢。每一个人都会有问题，在我们人生里面行那条路，我们会做错很多事，甚至一些家庭的问题使到兄弟姊妹都没得做，有吗？父母儿女关系都没埋，有吗？有，人会做错事吗？我好感謝主，周時去睇嗰啲文章，睇嗰啲嘢，真係好鼓勵，教導我哋人要感恩，人要珍惜，
人生的短暂，人生生命在个世界有几多呢？70岁，摩西讲，你健康啲80岁，一啲未到70岁，一个已经喺医院仲可以昏昏迷，一个讲紧癌症。我的同工的牧师，人生生命有几长呢？70岁、80岁，了不起80-90岁咧。但是每一个人生老病死那一日都是会来的。什么咁了不起呢？为什么做人要这么执着呢？为什么做人要这么骄傲，这么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自我中心看自己呢？咁睇重呢個世界錢財呢？我講過俾你聽 ，Steve Jobs 56歲，56歲就病中呢個咁樣嘅 pancreas cancer 死咗啦。佢瞓喺嗰個張牀臨死，佢講一切榮華富貴都唔重要。提醒你嗰啲細佬哥兒女，呢個最後佢嘅説話，提醒你嘅細佬哥兒女，呢啲一切榮華富貴都唔重要啊！一切都是虚空。弟兄姊妹啊，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我们看一个人50几岁他死都会讲这些说话，我们做我们生勾勾的人，我们如果有耳不识听，有眼不识去看，有脑不去起想得应该要想的事，我们真的一个很失败，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来的。生命在个世界很短暂，你有很多后悔吗？有 regrets 吗？我们英文叫遗憾吗？有吗？人生做错很多事，这个苦头是告诉我们听我们人生的方向。你今天你的生命的方向，你有没有那个把握你行紧嗰条路，你个方向如何啊？你又系咪失去咗个方向啊？已经跌咗落个水嗰度啊？你人生嘅动向系咪冇咗啊？主可以俾翻我哋吗？可以吧？主同你讲，我会做嘅。我会为你做，我俾你知道你做唔到嘅，所以呢支柴枝系想讲你听，你就好似支柴枝咁化学啦。呢支柴枝喺个水系只系可以飘飘浮嘅啫，你嘅一切嘅能力啊，就好似柴枝咁嘅样。你觉得你做是不是很了不起，你很有能干，很有能力。我只是跟你说，你要去到主那里谦卑。离过婚的，你应该要珍惜今日的生活。你应该要好好珍惜今日主给你的。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将它交给主。将它交给主。人会做错，这份工很难做，将它交给主。身体有疾病，将它交给主。没了那个方向，上帝可以给回你。上帝可以拿一个柴枝去那里掉落那个地方，你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弟兄姊妹，你在哪里跌倒，你就要从哪里起来。所以主问他的地方在哪里，指给我看。伊利亚跟个先知说，你说我听在哪里，斧头在哪里跌。上帝去到那里，将个柴枝掉下去。伊利亚是上帝使用的仆人，上帝在那里将个柴枝掉下去，个斧头就浮上来了。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
和弟兄姊妹记住我说，魔鬼会在你的生命，他腾上腾落，他在你的生命日夜看着你，他掌住你又留开什么空间，你留开那个空间，魔鬼就在那里来进入去带你破坏。魔鬼其实他没有能力的，他是没有牙狮子来的。很多时候魔鬼有能力去攻击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留开的空间给他进入。你明白的意思吗？我们留开的空间给魔鬼进入来到带你破坏。所以上帝说，你在哪里跌倒你就从哪里起来。人会做错，上帝可以在你做错的那个岗位帮你服了，使你得医治。婚姻过去有很多人婚姻问题，婚姻过去上帝可以给他从一个经历学到什么叫珍惜，看好的方便。你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多埋怨呢？人这么多埋怨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我们听那些不应该听的东西。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一样的手指有长短的，我们要看他的重点，看他的好点。我做辅导婚姻的，我做这些辅导，我时常教人，你如果你留空间给魔鬼做工，成日叫你看他的问题，看他的弱点，你就被魔鬼欺骗你，他就会在你所看的东西带来破坏。上帝要我们一个人怎样都好，就算是魔鬼，主耶稣说魔鬼都识给他的跟班人好的东西，何况我们去到求我们的天父和说，天父啊帮助我们，天父会不听我们的祈祷吗？天父不会伸你的手来帮你吗？会。但是很多时候什么难阻到呢？是因为我们这里难阻到，我们这里难阻到，不是上帝无能，是我们看不到上帝爱做的事。我们还是很执着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听那些不应该听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魔鬼，上帝要跟我们说，提醒我们小心魔鬼的声音，还有那些什么声音呢？是那些是是非非的声音，我们是不应该去听，我们不应该去，不晓感恩那种成日思想那些消极，那些这样的破坏性的东西。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姚娟是他没什么头发，光光地，但是姚娟的人的品格怎样呢？他的人很好的，他不会看不起人，相处了这么多年，他的人很谦差，他不会摆架子，他不会说看不起人，他是怕你们不接受他而已。OK？他人的心是很敞开的。不过周时呢，人都有一点软弱，周时呢心情不太好，一点脾气会有的。但是整个一个人，如果我们只是说整天看着他，嘿，发脾气，有一点脾气，一点脾气，你说你对他的印象怎样呢？为什么不看他好的方面呢？虽然头发没有多少，但是他生得很英俊，对吗？形容一下他呢，多英俊，是吗？虽然不是说很高大，但是都叫接受得你，是吗？刚刚好他说OK。弟兄姊妹，看一个人怎样看呢？如果一个人做错，我们就要执着看着他，成日根据他的错求主恩典在我们生命。主耶稣有说过，当你对着那个人说，你的眼有一根刺，是不是叫一根刺？
你自己的是什么呢？良木啊，即是说你不懂分轻重啊，你只是去论断人，看到人家的错处，但是不知道原来自己还衰过人。如果拿那样东西去度的时候，拿个秤啊，两个秤，原来自己的秤是这么重量的。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只是看到人家的错处，做错一些这些东西错，我们就永远记住他。上帝不爱你这样，不是你怎么学到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啊？上帝教导我们的，为我们好。有时一些婚姻有得挽救，是我们怎么去看的。牧师说得对吗？有时那些家庭的问题、兄弟姊妹的问题，是只是放下那口气的。为什么搞到兄弟姊妹都没得做？一口气而已，放下那口气，对不对？但是一些人不是我做僵尸，你知道人家说僵尸是因为那口气还在那里，死了都不甘言，还要做一个死活的人，僵尸，是不是？因为那口死不断气，还要那口气拿着去棺材。上帝教我们释放啊，上帝教我们饶恕啊，上帝教我们去体谅啊，上帝教我们彼此包容啊，彼此相爱啊，彼此造就啊。阿们啊，主恩典足够我们用的。我们未论断人之前，清量下自己先。一个好智慧的人，好成长的人，他先会清量下自己先。这个叫智慧。阿们吗？感谢主。记住，那个斧头是一个神迹来的。我们人做错开，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不知道怎样走下去，不知道怎样去再塑造起来。但是上帝他知道，你要学到交给他，信他，知道上帝所做的凡事都能，他所做的是神迹。阿们吗？大家起来好吗？我们低头，主今天想听你的声音，主在我们的中间，主爱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心里的结，心里那种苦毒，心里那种挂虑、忧虑，心里那种恐惧，主要你放下在你的脚前，将你的重担拿到你的面前，放下在你的脚前。上帝用他的爱来向你说，我儿女啊，你到我面前，你负的包袱将它放下在我脚前，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将你的重担交给我。我的轭是轻省的，将你一切的挂虑拿到你，我赐你心灵的平安，我赐你心灵里面的安慰，
敲起你的心，主要跟你说，欢迎我，欢迎我入你的生命，你一切人生里面所行的过程，打开个心，接受我，主同你讲，接受我，与你同行，接受我，我与你同在。一切的消极的思想，上帝同你讲，我帮你攞开佢。我赐给你是我的真理，信我的人凡事都能。我赐你恩典，足够你用。在你的软弱，我会显示我的大能。我是你的帮助，我是你的供应，我与你同在。我儿女啊，你敞开你心吧，敞开你的心吧，我是你生命的主，我是你的好牧者，我引你去溪水旁，我引领你的生命进入我里面，得取我的平安。在这个世上你有患难，但是在我里面你有平安。我赐你喜乐，喜乐充满你的心。我赐你的心灵里面的爱，使你经历到我的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又孤单，因为我在你身边，我与你同行。你的主爱锡你啊，弟兄姊妹，你的主知道你的需要啊，你的主知道你生命的问题啊，他爱你来到他面前，他爱你，他会赐你力量，他会赐你勇敢起来。从边度跌倒，主从你勇敢，赐你个勇敢力量。从边度跌倒，从边度重建起你。上帝是你的帮助，上帝是你的力量，上帝是你的盾牌，上帝是你的山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多谢阿爸天父，你听到你儿女的心灵的说话，你听到他们心灵的呼喊，你知道他们生命的需要。主啊，你带来医治在他们的心里面，破碎的心得到主你的安慰，得到主你的医治。一切的结，好像正话这首诗歌有讲到，这个锁链要被解去，奉耶稣基督圣名，奉耶稣基督圣名，一切的结要被解去。多谢主你，多谢主你，祝福祝福每一位站在这里的，祝福他与他们的家人，身体有疾病的，主，我们站在你的应许，我们刚刚领受这个圣餐，你被打的鞭伤，我们是得医治的。
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领受神你的大能的医治，凭信心主我们领受祂，我们是得医治的。多谢主你，多谢主你，多谢主你，多谢主你保守，多谢主你看顾，多谢主你引领我们，你捉住我们的手拖带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给回我们人生的动向，多谢主你，多谢主你，一切荣耀都是归于你的，多谢主你一切完完全全交托，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阿们，上帝赐福你们平安散会。